你在看什么影片？以后不要看了啦。海浪的声音。海浪的声音跟海的颜色不是让人家心情愉悦吗？为什么会难过嘞？难道孕妇的荷尔蒙真的这么奇妙？我不知道，我看着看着我就想到了大海。你不是说他去忙什么海外拓点的事吗？嗯，可是他都没有出现，他还是会照样送牛奶啦，然后又叫雅琪送过来。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在做例行公事一样。小彤，我觉得我太依赖他了。我不应该依赖他，我跟他只是闺蜜而已，我们就只是闺蜜。啊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觉得他突然不出现，然后我又依赖他，我发现这样子以后，我觉得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。我没有，我好害怕这种感觉，我不想要在感情上面再被抛弃了。不会的，你不会的，没事，你现在只是自然情绪的抒发，你不会被抛弃的。师姐，我觉得你应该喜欢上大海了吧？可能吧。就知道你上次说对他有好感的时候应该就是了吧。完蛋了啦，大概一定发现我喜欢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现在都不跟我见面，就是在躲我。哎，不行啦，不行不行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先去帮你探探他的口风，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这样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会迂回再迂回，婉转再婉转，我不会让你难做的，交给我。啊，这个影片不要再看，音乐不要再听了，睡觉，剩下的我来解决。总经理今天这么有兴致啊，竟然约我出来喝咖啡吃甜点。大海，最近忙吗？最近很不错啊，谢谢总经理的关心。那工作负担有过重，忙不过来吗？啊，没有，现在这样很好，我游刃有余。那你对我姐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多天没有去找他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测试他吗？还是在玩什么游戏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警告你哦，你敢欺负我姐的话，你知道我朱小彤是不好惹的。误会，天大的误会。我是在测试没有错，但测试的对象不是你姐，是我自己。我原本以为我跟你姐会像感情很好的最佳闺蜜，但其实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样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想我喜欢上你姐了。我也很努力地克制我自己的感情，但我好几次还是忍不住偷偷地跑到托运中心看她过得好不好。
既然你确定了又不表态，又是什么意思？我怕啊，我万一突然把我自己的心意跟你姐讲，吓到她怎么办？到时候连朋友都当不成。是啊，你是真的还蛮照顾我姐。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我姐听海浪的声音听到哭。怎么会？她说她想到大海。真的吗？他现在还好吗？快去找他吧。谢谢总经理。不要不走，慢走。总经理再见。小云。还有我，雅琪，大海，很久没来嘞，中午吃了吗？雅琪，麻烦去帮我买汉堡，最远那一间。好，你钱包都交给我了，这么信任我，麻烦你快一点，我好饿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小鱼，你是不是瘦了？怎么可能啊，我刚刚才吃完一个便当哎，而且我们应该。才几天没见而已啊！你不是很忙吗？怎么有空过来？我必须要跟你道歉。我知道。其实你不用跟我道歉啊，有些事情是勉强不来的。我的确是勉强我自己，这些日子我是刻意不跟你见面的。我知道，大海，如果你不想跟我做朋友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跟我说。不，我不跟你见面是为了要确定我自己的内心，我想要确定我自己到底对你是闺蜜还是喜欢。你想知道答案吗？请问我有这个荣幸担任你的护花使者吗？朱小云小姐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那片大海。我会用我的滔天巨浪来保护你，也会用我的波光粼粼来取悦你，更会用我无穷无尽的海水，温柔地将你包围。在我这片蔚蓝的海洋里，你就是唯一的 Queen。是不是想从朱小彤他弟切入啊？没错，我要和未来的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。未来的家人？